有很多手工瓷匠人，一直精益求精地在做一件事，做很久很久，慢慢揣摩，慢慢领悟。手艺不仅是匠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更是流淌在他们血脉里的执着与坚守。老许18岁那年到艺术瓷厂报到，劳资科在他分配表中的右上编制组里打了一个勾，就这么一个勾，决定了他为瓷器画编制的工作。这一画就是40年。年轻的时候就胆大嘛，拿起笔就可以画，现在一个瓷器要思考好久。看似简单的线条和花纹图案，并非简单的罗列，所有细节和颜色不仅要思考整体器形上的布局，还需留好给画面主体展示的空间。老许说，画了40多年，感觉自己现在画得才刚刚好。在观赏一件瓷器上的绘画时，人们往往会将视觉重点停留在画面主体上，作为瓷器的编饰总是排在第二位。大概是因为花边与主体这种微妙的主次关系，老许对当年一起进厂被分配到主体绘制组的老同事，几十年来一直保留着一份尊敬。哎，徐老师，你好。来来，啊，海龙，你还等我的啊。老冯当年就被分到了主体组，画了半辈子瓷器上花鸟美人。每次老许画好一件瓷器的配饰，都会请他来家里帮忙画主体。两个人搭档了几十年，老许仍是每次出门很远去迎接老冯。画这么细啊，不错不错。可以啊，兄弟，好吧，我的梦想啊，这样处理关系还可以吧？对对对，嗯，是吧？这个地方稍微要重一点啊，把那个书面关系处理出来。老许认真地欣赏着老同事在中心位置绘制的牡丹花。画主体的老冯心里清楚，像老许这样把几十年的功夫倾注到了编饰上，才更值得被尊敬。已经做了10多年的雕刻瓷器，小黄还在执着地磨练着自己的手艺。他现在可以在泥坯上雕刻出3个层次的立体浮雕。小黄出生的那个村子曾经是以盛产雕刻瓷器而闻名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小黄对这门手艺有了一份执着的热爱。是因为爱好它的而来做的，越做越喜欢，有的时候就是晚上做的不想睡觉，停不下来，越做越有劲。立体浮雕这门手艺，学徒的时间长，雕刻的成本高，赚钱也就会慢。这些年，村子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村里有好些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刻刀，改行去做别的营生了。我们做的时候就几百个人都做同行，现在跟我一起做的人几乎就没有人做。现在是越来越少的人去愿意做这个。以前我师父教过我的，就是做鞋子啊。现在做了几多年呢？现在做10多年。之前也是一个，就刚开始做。几两年？
有懒人吗？好好，慢开哈。嗯，好的，有空来玩呢。看着身边的朋友们都盖房买车，小黄的心里也有过波动，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雕刻这门手艺。还买牌子了买个？啊，3块。3块钱好贵呀！停息了，2块了。啊，2块就2块了，哎呀。啊。没放油了，他那个比较厚。你在仔细上去花了多少钱？原料啊什么？这个是花钱，就是我们一袋泥巴，我就是你们今天来了，我昨天晚上约了叫人做了回来，就一袋泥巴就400多块，就一袋泥巴，我们你就算1000块钱一袋，100斤我也会买，甚至还有更贵的。就跟那价值跟黄金差不多，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跟玉差不多，是玉非玉，人家都是这样的。把这一样东西做的活灵活现，感觉就是神龙见首见尾的那种，那就需要自己慢慢去想去摸索，靠自己努力，自己去钻研。有的人就是一棵树一只鸟，它的神态全部做出来，非常活的。小黄制作一只笔筒的周期大概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烧制完成后笔筒大多会被中间商收购。这样过生活的差不多能卖就卖，赚不到钱的话那就不可能会卖，多多少少赚点是吧，手工钱呢他们多赚点我们少赚点，现在的日子苦一点没关系，5年之后10年之后慢慢一直一直会很好。也许就是仰赖于这样一点盼头，小黄安静地打磨着自己的雕刻，守着这门手艺。老姚入行已经20多年了，他的绝活是瓷器雕刻与釉下青花结合的手艺。老姚的手艺在行内堪称精湛，但更值得他高兴的是，他的门下有一个对这门手艺很有天赋的徒弟，小浩。小浩跟随师父学习雕刻已经3年了。还行吧，是贴花的，贴花的肯定没手工的好的，还用说的，手工的是画出来，这个是贴出来的了。这种碗你会做吗？这种碗会有。每当看到这些亟待出售的瓷器时，他总是在想，什么时候自己制作的瓷器能卖一个好价钱。但令他懊恼的是，师傅还没有让他开始在泥坯上画青花。放不得了，这个乱发乱发乱发啊！工资不讲话，发讲话，个个都能发讲话呢。
我那不能发奖罚。啊，你乱发乱发有用个哈？画个不准确呀。我画的不准确就不准确了。那么好多地方，你先把那个吊杆好整齐，晓得吧？这里。吊杆好到处了。我好像整齐啊。挂了姐。你都给你发了。我给你发，我是我了，你发你好了几年了？挖了两句还不服气啊，真是光棍啊。不发了，不好了，总归了。嗯，不好还不好。我挖两句还不服气样个了啊。小浩对师傅这种严格而刻板的做法实在无法理解。三年以来，自己的时间全部花费在最为基础的雕刻上了。我有三四个朋友都是做陶瓷的，卖陶瓷的，现在他们都挣了钱了，就是我一个人没挣到什么钱，而且还不让我画，画都不能画，怎么挣钱呢？你是不是认为你雕的挺好现在啊？我当然雕的挺好啊，画的也挺好。你觉得你现在出去能赚钱吗？肯定能呢。有的没有我画的好的也能挣钱呢，我怎么不能挣钱呢？你认为你和你师父差在哪？心态吧。信息和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部分人的心态。更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财富，慢慢成了新时代下的追求。这种新的追求与传统的坚守就像背道而驰的两条线路，在这个传统的手工城市里错综复杂地交错着。这什么呀？是猫，小猫，新做的猫。景德镇老雕塑瓷厂院内的各种陶瓷工作室，俨然成为现代年轻人售卖自己想法和创意的天堂。这个真便宜不了，因为它里面用的是隐漆釉，然后外面黑色的釉料是我们自己刮一些土跟釉料店的釉料混合调起来的，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而在一墙之隔的老厂房里，做了半辈子传统雕塑瓷开脸的老徐，又开始对雕塑瓷不感兴趣的儿子喋喋不休。做着老学着老，真正做不动了就算了。做事就要认真哈。你就直接就是告我那个了，该啷个啷个无了，你就玩个就是。其实我教他都不愿意学，没办法。有兴趣就会去做，没兴趣毕业没用。现在年轻人想这样想那样，那时候的人呢，想法呢就比较单纯一点，做一件呢就想把这个事情就做好就可以了。年轻人都是喜欢玩的了，到了后来30、40了，你做事你做的要是实在太差了，人家会笑你的。你喜欢吗？喜欢吗？弄个玩意儿，我实在喜欢。要做起来的，做的像包装做的时间，感觉到做的蛮开心的，就喜欢，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可能天分不在这个雕塑瓷上面，像这种工作学习的周期长，工资并不高，估计以后的人真的很少很少人会学这种传统的东西了。他怎么说呢，可能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优点吧，
严谨认真，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老徐很想让儿子把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但是小徐对自己的将来早已有了打算。对父亲这么多年的坚持，小徐感到既心疼又无奈。走一步看一步吧，也许等我父亲老了，我们这个雕塑瓷的可能就会停掉，这也没办法。勾勒、粪水、洗染、填粉、描金，无论是泥坯还是瓷胎，都与纸上作画不同。普通的毛笔是无法满足瓷器绘画要求的。在制瓷行当中，每一个与绘画有关的匠人都需要一支称心如意的瓷用毛笔。这样的需求照顾着景德镇手工制笔行的生意。这是马鞍山路上一个只有十几平大小的手工制笔店，虽说门脸不大，但却远近闻名。邹家几代人都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年冬季从各地收来的仅有兔子脊背部分才能生长的毛发。一支瓷用毛笔从原材料到成笔，要经历理、梳、配、扎、装几道工序，千万毛中选一毫，全凭制笔工匠的经验和眼力。我爷爷是在景德镇做笔的，就是权威了。我爸是属于第三本，到我这一本是第四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学啦，刚从学校出来，也可能也是年轻气盛吧，跟我爸的脾气合不来。我爸又有高血压，我俩在一起那时候就是火星撞地球，脾气爆得很。哎，我想一下，跟他在一起，他有高血压，我气得他的高血压上升，我也怕。转头我就跟我叔叔去做了，做了没几年吧，那里卖货的不是劝我，说你们手艺有多好了，对吧？而且现在这还是家传的，自己父亲教总比师傅教要尽心尽力一点，对吧？就这样子在外面也磨练了一下，哎，想想看还是回来做吧。我爸说三年出师。每一道工序了，你要经过我一次一次的检验呢，把基础打好了，然后再学最重要的，因为他那样才不会浪费珍贵的那个材料。这个年轻人跟我儿子这一辈都不愿学的，都学那个什么什么赚钱，到那里开店就是这样。毛笔呢有一千多种的产品，做件毛笔没容易的，学得了错的了，这个一辈子了。这还是马鞍山路的笔店，因为儿子的回心转意，终于有了继续兴旺的可能。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也有了真正的继承人，这让邹小荣感到日子越来越有盼头，自己守了一辈子的手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手工瓷器的每一门手艺都少不了多年磨练出的火候，补水、上釉、码放，甚至搬运，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影响着瓷器最终的成败。这个夏天，小谭辞去了深圳外企的工作，回到了家乡景德镇。他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去打量童年时熟视无睹的一切。他
他在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转了一圈，已经与这里有了不小的隔膜。但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拥有了重新了解和观看这里的视角与能力。小谭每天往返于各个工序之间，看着匠人们用双手所打造出的这个瓷器世界，他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穿过这狭窄悠长的巷子，看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自觉地生活在同一个频率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禅定般的匠人，粗糙的双手摩挲出无言的器物。这个世界，时光仿佛变慢了，不容易啊，手都出来了啊，慢得足够让人找回新的方向。